你跟在前面，滚滚滚滚。我想问你两个系咪从来冇试过觉得超级市场嗰架车系咁细架咧？就系谂紧呢样嘢，你我明明见到系好大架，系咯，明明系，点解而家咁细架咧？系啊，系。你哋有冇谂过要扫啲咩先？嗱，其实我哋有个策略嘅，因为我觉得我哋个生活都几幸福啊。咁啊，既然咁幸运咁样赢到，咁不如分享啲爱俾其他啲小动物啦。嗯，我哋一间主力，我哋会扫宠物用品，用品哦，去俾嗰啲猫狗场。系啊，好需要啊，絕對需要，絕對需要啊，系啊！你哋要掃寵物嘢啦，我俾30秒時間你哋咧，入去穩定寵物嗰個位喺邊度？30秒，30秒，1、2、3 ，Go！ 係寵物嘢，唔係呢個油嘅，呢啲油嚟嘅，我嚟過㗎，我嚟過㗎，我以前住灣仔，前面，呢度。呢度嗱，我哋掃曬罐頭先，掃曬罐頭，狗糧，狗糧，狗罐頭。其實佢哋最需要罐罐，罐頭咯，罐頭。呢嗰啲罐頭同埋呢啲全部罐頭啊，全部罐頭。總之係咁掃入去咧，你負責幫手執喺裏邊，執。總之又排好佢，有啲咩掃曬，呢啲包包呢啲咧，呢啲包包嗰啲啊。除咗貓糧狗糧之外，都仲有其他目標咧，會唔會咧？貓糧狗糧為主，有啲咩見到就立啦。冇啦，唔好咁貪心啦，餵咗啲貓狗啦，好唔好啊？好啦好啦，聽日嗰啲我自己買啦。OK OK， 口上調氣未先？好咧，嗱，預備咯喎 ，warm up 咗。你推車，我推車，預備，你推，我推車。嗱，你跑過去，我推車。好，3、2、1。哇！走出去，任何嘢攞呢一盘落去。满啦，就嚟满啦。你跟住前面，滚滚滚滚。冇啦，都冇啦。零食。一包包嗰啲。这边，这个，三，呢幾部緊要啊！咁樣問嚟，我望住呢啲係咩嚟啊？零食啊，零食啊！哇，呢扎緊要喎！走開！唞翻陣氣先。完全 feel 到我嘅熱氣。一分鐘突然間係咪覺得好長啊？突然間，我而家擂台上面一分鐘咁長，原來都夠使嘅喎。我哋而家唔係。放唔到手啊！一放手，佢就會燒崩噶啦。我覺得你就可以諗定，即係如果贏咗決賽之後，你就可以掃啲咩啦。因為咧，決賽咧任數係兩個人一人一架車嘅。個體能要再好啲喎，係嘛？操好啲下。而家開始練啦，練下跑，要練跑。點播先？決賽先。即刻用 View TV App 同上 View.TV 免費重温更多精彩節目，任你選擇。